黄，叫富平啊，今年58岁，第三代的摊主啊。文志记以前在加拉木山，1991年左右吧。文志记是我的岳父创立的。1994年的时候，得到了一个机会，我父亲准备要退休，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摊位，跟我岳父的文志记的招牌，一起就在这边开始营业咯。多工啊，切的要切的清洁啊，主要是要切的清洁的，就不会有味道。连这些都有味道的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的尿道啊这些全部清除掉啊。所以有时见我们表白性的人看，你不可以说因为要省啊，要卖刀多一点啊，你就留下大块一点。看这些甚至都不可以用的，你一点点味道，你真的就要用。放进去里面，让它汤更甜哦。移过去而已，汤更甜。
菇要跟猪肝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我分两只下牛一起煮。哎，我要点一点。